所要台有个小节，第一位，咱再来读《约伯记》十三章第一节到第三节。迄日，人读摩西的册，予百姓听，拄着册内记过，阿伦人甲摩亚人永远袂去通入上帝的话，因为伊无用食物甲水来赢取以色列人，反正将巴兰来救助因，总是阮的上帝。伊予这个旧作变作祝福，因听见如果了后，就对以色列中分开遐个十族的人，第二位是记载伫第七节到第九节。我到耶路撒冷，就知伊利亚所为多利亚所行的歹代，伫上帝跟的面内。为你置办一间房，我就真拜吧。将道比亚一切的家器，拢对房内摕出去。我出命令，人就迁去遐个房间。然后我将上帝殿内的器具、甲素席、炉香搁搬入来。第三位记载伫十五节到十七节。当彼日，我伫犹大看见，人伫安息日打酒壶，搬着捆，搁互炉仔盏，搁用酒、葡萄、无花果以及各样的蛋，来安伫安息日打伫耶路撒冷，我就伫因袂食，明彼日即伫因。各有推路人伫因中间带鱼，甲各样的货物，伫安息日卖予犹太人。伫耶路撒冷，我就出达接近犹太遐个贵族，甲因讲：恁惊，只好歹更换安息日是啥事啊？第四位记载伫二十三节。到二十五节，当彼日，我也看见犹大的人带阿苏托阿摩摩亚的查某囝做某，因的兄弟讲话一半讲阿苏托的话，未晓讲犹大的话，所讲的就是照耶稣的腔。我就大大责备因，骂因，拍因几人人，踹因的头毛，教因指上帝来，就怎讲？恁毋通用家己的查某囝嫁因的囝，也毋通为恁的囝恁公心踹因的查某囝。第五位记载伫三十节到三十一节，安尼我甲因除去一切外邦人的款，搁设立祭司甲第二人的班，搁尽因的职，料理定着其烧制的茶以及起头食的土产，我的上帝啊！求你纪念我，赏赐我福气。咱的经节读到这，咱这点要先来根据的朗诵的部分，咱做伙来读《约伯记》十三章三十节。安尼，我愿意去一切外邦人的国，不说这世到底人的班。各尽因的职，人欢喜的部分，咱做位来读。这样，我洁净他们，使他们迎接一切外邦人，派遣祭司他们立位人的班次，使他们各尽其职。咱何乐献花堆，做位来。
来的时光是我心灵的安定。